苗绣。你见过长着人脸的蝴蝶吗？见过长着鱼尾的龙吗？在苗绣中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苗绣是苗族民间传承的刺绣技艺，是苗族姑娘勤劳智慧的结晶。传说有位叫蓝娟的女首领，为了记住长途迁徙的路线，想出了用彩线刺绣记录的法子。每每趟水过河，翻山越岭，都要在身上绣个符号标记。等到了目的地，全身从衣领到裤脚已全部绣满花纹。从此，苗家姑娘出嫁都要穿上一身亲手绣制的盛装，来继承前辈流传下的智慧与美丽。如今，苗绣的主题多源于苗族的图腾崇拜，蝴蝶纹、鸟纹、鱼纹、花和植物都是常见的纹样，其中蝴蝶纹最为重要。苗族人相信，蝴蝶妈妈作为人类始祖之一，会庇佑她的子孙。当然，必不可少的还有龙纹苗绣。龙是汉文化的象征，代表着庄严与权威。可在苗家姑娘的巧手下，牛头、鱼身、鹰爪都可以自由地加在苗龙上，使传统的中国龙更添几分亲近、可爱与民族特色。苗绣不受传统刺绣的条理约束，全凭苗族姑娘充沛的想象和浪漫的才情。让我们一起和苗绣来一场天马行空的邂逅吧。